职场妈妈真心话，宁愿上班不想带小孩，就早上五点起来工作到晚上七点，精神都很好，可是陪小孩好累，工作很累，带小孩更累。那个牛奶放久了不能喝吗？刚帮他倒完以后，他又说他要喝了。你比大牌主持人还难搞呢。带小孩的开心程度只跟洗衣服一样，很多的妈妈宁愿去职场里面，她不只是说逃避带小孩而已，其实她也让我自己可以找回一点自信心。今天晚间九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